台南盐水区大批案内里里民聚集，手举着白底黑字布条，上头写着“消失了1000个便当哪里去？”案内里不是三等公民，原来上个月凯米台风来袭，当地严重积水，而里民和公所要了1300个便当，但最后却只拿到300个。不少人饥饿难耐，尽管距离台风已经过了三周，仍怒气难消。因此15号由里长带头下，和上百位里民拉布条抗议。就说明讲哦，这1000粒的便当你都要记得去，我要让里民知影讲哦，事实落伊。300而已，不是伊有便当化，我分大去发。对此，盐水区长也表示，公所第一时间就在筹备便当，在物资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后续餐点都优先让给案内里。事实上，我们在筹备便当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些困难。那我们让各里回报的数字回来的时候，就需要3800多份，但是我们筹到实际的便当数大概2600。多份而已。也有非案内里的民众帮忙还家，表示台风当天公所忙于救灾和人力调度，提供餐食也难免忙中有错，就盼里民能够谅解，在必要时候能够共体时间。